上面这个是温度，实际温度，下面这个是时间，实际时间。我们要设置，现在要设置按这个键，这个是温度，驻场温度是默认180，我们调到185也可以。再按这个键，这个是时间设置，驻场的时间设置。我们每一次试烫的话，温度是根据材料来设置的。这个30秒就不用设置了。现在机器在升温。
还有厨房。放这儿，你来烫一下吧。现在已经升到设置的温度了。时间，时间要二十秒就好。看这个，下面这边这个。你不一定，这里面没有预热。哦，上面那个是预热的。对吧？